大家好，俺闺女这几天就喊着要喝羊汤，今天我从市场买了点羊肉，今天给她烧羊汤喝。我们这里羊肉35一斤，您那边羊肉多少钱斤？我买了一块大白菜，用白菜加羊肉一块烧羊汤。下面我把羊肉洗一下。我先煮一下，凉水，放点葱段，放点料酒。血沫已经撇干净了，我放入花椒和大料，小火慢炖半小时。下面我把白菜洗一下。白菜我们今天就不切了，撕成小朵。已经煮熟了，放凉，我把它切一下片。锅里放入了撕好的白菜，把切好的羊肉也放进来。泡好的粉条放上一把。放入盐。放入的味极鲜酱油，盖上盖子，再煮十分钟。好了，羊汤已经烧好了，我放入醋，淋上点香油，看看香喷喷的羊汤。很简单，调了一个黄瓜，炸了一个辣椒油。只等光头下班回家吃饭了。烧了羊汤来着？啊，烧了羊汤。哦，光等你了。好，让闺女都喝完了。饿了。说唱什么呀？这羊肉真的，膻味很浓。能加的。嗯。我给你炸的辣椒油。好，放一点。不辣，一点都不辣，我尝了。对，和上的配上这个辣椒，这个过瘾的。这么辣？煮了40多分钟的。多喝锅里油。上次31嘛，35买的吧？35。35。嗯，猜对了。